比亚迪终于也忍不住了，汉 EV 价格大跳水。咱们今天来看看比亚迪汉 EV 的2023款冠军版610千米四驱旗舰版现在多少可以落地。先来看看关龙岩美学式的设计，非常的帅气。4.995米的车长，1.91米的车宽，1.495米的车高，轴距达到了2.92米，妥妥的中大型轿车。来到车内，后排空间非常充足，还带老版按键和中控不少触摸屏。前排中控布局非常简洁大气，这套内饰设计把科技感和豪华感拿捏得很到位。配置方面呢，像可变悬架调节、电磁感应式悬架、手机无线充电、倒车影像、自动驻车、360度全景影像、540度全景影像、全景大天窗、隐藏式门把手等都是有给到的。当然，它的主被动安全配置啊非常齐全。动力方面呢，该版本搭载的是前后双电机组成的纯电动力，拥有四驱系统，最大续航里程为610公里，并且支持0.5小时快充和12.2小时慢充。电动机最大马力为517匹，峰值扭矩为700牛米，官方给出它的100公里加速仅需3.9秒。目前该版本在部分地区已经在20.98个左右了。